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准备来开抽我们的噩梦宝箱。第一个十抽，第一个十抽，来，我手要放在这边，免得我忘记我抽了几抽。好啦 ，Let's go。第一个，哎，我有金币耶，我金币先留着，好，我先用 NB 好了，我先用 NB。来啦各位，第一个十连抽，然后还会多送一个，所以是十一抽的那种方法。来，我准备两边开，来来来，等一下，这个开局也太烂了。哇，这个第一个开局也太北蓝了吧！这样是不是300块就不见了？有人334抽都拿不到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十连抽，我有点不妙的感觉，我有点不妙的感觉。好，再来第二个十连抽。哎、欸，嘿嘿，粉色的各位。有粉色的，粉色的，当上衣，哎、欸，啊，头盔，两个粉色的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哎、欸，但是我们要的是什么？城墙，我们要的是城墙，这些都还算还好。好，第三个，第三个，第三次，来一个，时间冲，哎、欸。红色，红色，红色，各位，红色，红色箱子，红色，这什么鞋？你鞋子干嘛？哎，哎，哎呀，这鞋子真是有给跟没给一样、啊，各位，有给跟没给一样。来，第四个，这是40连抽了。哎、欸，粉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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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转了，转了，转了，转运了，各位，出运了，出运了，出运了，两个粉色。哎呀，有一个帽子是有重复的。好，第五个十抽，第五个十抽，粉色。耶、yeah, ，我粉到底啊，各位，粉到底了，粉到底了，粉到底了。来来来，平底锅。有点晦气啊，后面加油，来祈祷一下橙色箱子，祈祷一下橙色。第六次十抽，粉色又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六六六，又是个粉，粉什么？来来来，我看一下粉什么，降落伞啊，有点小晦气，有点小晦气。好了，第七个，我觉得第七。Lucky Seven 应该是不错的，应该是不错。我觉得这个感觉有咯，有咯，有咯。好，来，我们手机在上面那边膜拜一下，膜拜一下，给我稻草人成枪，给我稻草人成枪，来膜拜一下，膜拜一下，膜拜一下。来，重试，准备，又是粉色，再粉，再粉。除了第一个是完全蓝箱之外。第二个之后，粉色跟红色各一、哦、都有、哦、粉色跟红色都有拿到不错的这个什么小砍刀，帅帅帅，第七，啊，平复一下心情，我觉得我要城墙有点困难，没关系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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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 的 ，OK 的，第八是十连抽，红色，哎呀呀呀，我出运了，各位。哎、欸，车子，哇哦，可以啊！红色车车，再来一个粉色，哎、欸，啊，有点丑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 ，OK，OK，OK，、OK, OK, OK、最后两个十连抽，好啦，第九个十连抽，第九个十连抽来了，又是红色 ，Nice，Nice，Nice， 我出运了，各位，我出运，我真的出运了。红色，哎呀，这鞋子干嘛？你来过一次了，不要再来啊！哇、哦，这个很晦气耶，这超晦气的，各位，这超级晦气的。
你要红也红别的嘛，红有很多东西可以红，你红红个鞋子，你红个安全帽或红个衣服也好。最后一个十连抽，最后一个十连抽就是百抽呢，哎，完蛋了，你们这些人64%说我不会中，坏。来来来，最后最后最后，哎，粉的粉的粉的，开一边是粉的。哎呀，是粉色的，成枪啊！没成枪啊！啊，又一个上一样的，人生再加嘛，100连抽好不好？再是100连抽。好啦，你们就顺便分享啦，我就直接继续抽了，可以吗？我再抽的100连抽，好，各位观众。我先用我的啊，这边别办法，那个币左右边那个币我要全部存着，我存到1000币的时候再抽东西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用左边的 ，OK。各位观众，继续啦，这是第11连抽，粉哎、欸、红色，哈哈哈哈，哎、欸、红色跟粉色还蛮容易的，哎、欸、nice nice 怪兽的包包，哎呀粉色来了。啊，这个刀也来过，再一个粉红色，双红，有，这次感觉不错哦，这次感觉不错哦。好，第12连抽，粉色，来，哎，我不要看粉色的，可以跳过吗？好，跳过，再来，哎，红色，来来来，红色。这是第12连抽咯，12连抽啊，这包包我有了，红色 OK。 第13连抽啊，粉色我们要看，粉色我们要看。第14连抽红色，来来来，再靠背哦，喂，我是有几只脚？我上面是蜈蚣是不是啊？三个红色脚干嘛？我有多少双鞋子要穿哦？你太多红色鞋了吧？啊，包包我有了，哎呦，等一下我要开鞋店了是不是？你。15吧，第15，好，15啦，奶绿别骗我，我刚也想说应该15，粉色，哎呀，这个不看，你平底锅第三次来了，我记得你，第16连抽，来吧，第16连抽，靠，这个蓝色是怎样？他会不会第11个的时候是给我成枪加成奖励给我成枪吗？难道是这样的吗？有那么美的事情吗？啊？没有。第17，啊，第17，再来。第17连抽，16、17。15 16 17，这是第17啊，我操，哎呦，我觉得我现在开的感觉运势不太好，我们先重新。刚刚第18了吧？最后两抽了，最后两个十连抽了，各位，最后两个十连抽了，我真不知道该说啥了。来，红色，啊，粉色，这第19连抽，最后了，这个真没中，这个再没中，我就真没办法了。
这个再没中，就真的没办法。来了吧，哎呦！啊，没有中啊，各位！单抽会中吗？各位，单抽会中吗？单抽中我该会，我待会直接在这边倒立。如果我单抽中，我待会直接倒立，好不好？我直接祭品来了，我待会真的单抽中，我就倒立一个十秒。我一个三十岁的老人，大叔啦，对不对？不是老人哦，大叔。我单抽中，我这边直接倒立，好不好？我用这边抽，我用这边抽，用我这个难能可贵的蓝色，哈哈！我想倒立，他不让我倒啊！好啦，我豁出去了啦，我豁出去了，我这个时间抽，我用吃鸡的金币时间抽，好不好？我用吃鸡的金币来时间抽，这时间抽中，我这边倒立十秒。陈枪，陈枪 ，AKN， 你该来了吧 ？AKN， 粉色的啦 ！Oh my god， 这那么难吗？啊，晦气哦！好啦，关田前最后一次死抽，我希望我可以中这个鬼东西，好不好？啊，红色的，红色的。不要再写就好了。幽灵车我有了。啊，好啦，最后又是幽灵车，酷酷。最后先这样子啊，感谢各位 ，See you guys。